有网友问，监狱里会开演唱会吗？监狱里没有什么个人演唱会，但每个监狱都会充分运用文化文艺活动，以文化人促进罪犯认罪悔罪，积极改造。网友又问，监狱里有大腕明星吗？这里没有大腕明星，只有罪犯。在这里，有人演绎错误反思、改过自新的情感剧，也有几个别人上演挑战法律权威、对抗管教的剧情片。法律是最公正的裁判，自由是最真实的代价。那些人生大戏曾经演砸了的人，唯有修正错误，洗心革面，从头再来才是正途。洗心革面呐，重新做人。